Dear passengers, welcome to take the ropeway. Ropeway is an advanced and safe transport facilities. It's suitable for crossing steep valleys, rivers, and steep slope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cenic spots and ski resorts. Ropeway is the bridge of tourism and science, and it's the way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请注意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儿童。干嘛呢？你快饿了。别动，别动，你站那里。哦，就在两个指头之间，太阳又过来了。老二，你过去吹水了，像刚才那样。什么？你刚才那样吹水了。好了。到哪照顾去了？对了，哦，看到了。眼睛看我了，看我，看我。你看我，看我。你看我了。看妈妈这里。老二，金毛，看我。笑一个。你这个小哥哥，来笑我，笑一个，哎。微笑，给你买糖吃，买两颗，一二耶，来转过去，来转起来，给你看我，不去，我们坐在这里休息。
请勿攀爬陡壁悬崖，不在危险处拍照，不攀折花果树木，不违章违法，文明旅游。谢谢你的合作。
下去吗？你们要买票的，我们买的票了。我在电梯边上买的。单子买了。我坐电梯了，走下去吗？中间搞的，我们别开好不好？自然一点，手就是随便靠着的，因为手好僵硬。对，看看那边也可以。对。就这样，对，好，用手举一下，再拖一下，拖一下，这个云就在旁边。要多高？高了，好。到了，到了。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光临莽山五指风景区。居民和餐厅依山而建，提供简餐及莽山特色小吃，免费提供开水。手机加油站等服务，欢迎您前往休息用餐。你看这个，好有意思。来给爸爸一下。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光临莽山五指风景区。居民和餐厅依山而建，提供简餐及莽山特色小吃，免费提供开水、手机加油站等服务。欢迎您前往休息用餐。站肯站到了，不好说。哎呀，中国人三个人十几个人，他在黄山上不看图了是吧？慢着的，黄山是后过一点，一到三都冒歪了。这边有吗？这边。对吧？你看，这个水果，这个谁不亏呢？你看，哦，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了，不有不有了，不晓得。或者温经济呢？云丹吧，啊，云丹啊。他就是搿个手，搿个照相机，他是定，晓得不咯？他就不能太抖就不动。我们搿不是定不？他就来，这是翻，搿个搿个就是翻动。古代的名贵，古代还蛮好生，但是古代很美的。看在搿个地方是值得来的。嗯咯。你看过的对一些年呢、我先去给他栏杆回往那边便宜能够出这个
要是下金的这个就我播啊，看到剑术播啊，何必这个不能剑走？我们是吃很憨的了。我上到这边的。现在腰了好多人都在那里。那小黄小黄，对，这边也有个好加深。休息用餐。
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光临莽山五指风景区。居民阁三厅依山而建，提供点餐及莽山特色小吃，免费提供开水、手机加油站等服务。欢迎您前往休息用餐。摄影啊，一路不晒钱。诸位，放到后面去了就。那个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大。
为您带来大不一样的体验，移步换景，步步震撼。五指峰景区悬空栈道旁设有居民阁餐厅，餐厅依山而建，共两层，提供中式简餐及莽山特色小吃，可同时容纳300余人用餐，欢迎您前往休息用餐。指峰飞渡，云栈漫步，金边揽胜，东南迎祥，天梯观海，七星斗日，尊重游客您好，欢迎光临莽山五指峰景区，为了给您提供舒适温馨的游览环境，请爱护景区公共财物，维护景区公共卫生，景区人心随地组团，要人安心，乱子乱骂，为了您的家庭安全，请勿误卡等地巡查，在风景区拍照，和花和树木不能混杂，多注意安全。云海飞瀑温泉，大有可观，奇花异草，珍禽猛兽，时而可见，内有指峰飞渡，云栈漫步，金边揽胜，东门迎祥，天梯观海，七星斗日，摩天望月，天台探险，观音礼佛，万寿祈福，十大新景观，更有控制系统世界最先进，索道单线中国最长的观光缆车，中国南方最长的云间栈道，海拔1600米的悬崖电梯，让您酣畅乐游，移步换景，步步震撼。同时安全游览，在此特别向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害怕惊悚刺激的游客再次提醒。
我担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你们赶快过去的这个？那么别家长们上这里一圈下去了。有哎，所以说他们不去看了，他就说那我不去看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你们，因为还有这人家的有。
士您好，欢迎光临莽山五指风景区。今日气温较高，请您注意防暑降温。